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你赏赐我们人类生命气息，是主宰我们人的生死祸福的真神。我们本着圣经的根据，我们相信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按照你吩咐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将你福音的好消息，我们要在这里介绍给我们在湖口地区的乡亲朋友们，以及我们长时间在真耶稣教会查考道理的慕道朋友，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借着我们这一次聚会所安排的各样的方式来得以认识你。我们再次安排有教会的诗班要用诗歌来颂赞你，也将诗歌的信息分享给我们众人。我们也安排你的仆人本着生命的体验，要在这里来诉说你的恩典将蒙恩见证来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乡亲知道。也有你的仆人要本着圣经的根据来传讲真理福音的讯息让我们从道理上，从生活的角度里以及属灵的体验来见证你的存在，来见证你是如何的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将这样的 好消息以及我们的体验来分享给我们乡亲们。我们也会安排祈求灵恩的体验，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的机会来体验你的存在。这是我们在这一场聚会的各样的程序的安排，愿你的圣灵来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愿将这一场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灵感动你的仆人说得清楚，也感动众人可以听得明白。在这一场聚会开始的当下，献上我们的感谢以及我们的恳求，也愿你来看顾我们在这场的聚会按照预定的程序可以一一的完成。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的圣名，愿一切的平安喜乐与各样的福气能够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可以请坐。见证，我们人生为人的一生。